横驰横空出世，惊艳亮相亚冠赛场，恒大造车再上新台阶。2019年8月28日，亚冠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，在现场数万球迷以及亿万电视观众的关注下，恒大球员球衣出现横驰两个醒目的大字以及恒大汽车字样。就这样，横驰横空出世，恒大新能源汽车也正式走向台前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，恒大与科尼赛克合作的高端新车型将于明年3月的日内瓦车展亮相。可以预见，随着众多顶团目标将顺利实现，恒大也终将在世界新能源汽车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。